在生活中与植物的连结，疗愈我们的身心灵，提高正能量，愉悦舒压，自然紧密的在一起。这些洛神花，植物界的红宝石，是和我培养出来的酵素所长出来的成果。新鲜洛神花要拿来制作果酱面包咯，十二面金牌主厨限定面包，为喜爱健康养生的朋友们量身制作的口感，全台湾第一个香所学融合自身经验，我自己从种植到加工制作，做成洛神花卷面包。想要体验的朋友们，欢迎私讯洽询预约，满足您的体验。客制化设定，口感十分有层次，想自然健康多，这种缘分很奇妙，频率对了，自然有缘。想时常获得免费新产品试吃的朋友们，请留言加一，会优先加入，这样您就会收到通知哦。冠军师傅张彦瑜，但累积十二项国际烘焙比赛冠军，新北糕饼商业同业工会顾问。从冰箱拿出来五颜六色农产品发酵液，为了研究食材如何取代酵母粉，他还攻读台大农经系所，所以做天然酵母像在做实验。以洛神花酵母来说，先打成酱，再把洛神花酱混入糖水发酵，倒进烧杯等7到10天，而且得天天搅拌。然后它7天之后，它会开始上下分离，然后渣子会浮起来，它水会在下面。等到渣水分离，然后过滤出水，接着又拿出实验室的专业，看见漩涡中心白色泡沫，就是处心积虑要得到最精华的酵母菌，再放进试管纯化，等冒出细微气泡，表示养菌数日，终能用在这一时。就能拿来和面进烤炉成面包，这是制作无添加面包流程。一个人单日可以做300多个，卖给懂它价值的熟客，供不应求。但要量产面临两大挑战，首先7到10天制程是最大时间成本，虽然可以预做好面团，甚至机械化发酵制程达到量产，但第二个挑战是保存期限短，如何卖出去不赔本也是挑战。工厂大规模化当然就是很简单的，那你要像我这种模式会比较辛苦一点，跟有一些知识，还有一些一定的诀窍在里面。Dashing through the snow in a one horse open sleigh, o'er the fields we go, laughing all the way, bells on bobtail ring, making spirits bright.Thanks.
sleigh or the